相信大家都听过 Three Wise Monkey 这句西洋谚语的典故吧，在中文里头呢，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非礼勿视、非礼勿听、非礼勿言。那以此为名的这家酒吧餐厅呢，是不是寓意着我们来到这里跑的人啊，就一定要非礼勿视、非礼勿听、非礼勿言呢？可能是我想太多吧，算了吧 whatever。 那现在呢，我就一起去进去里头看看吃吃享受吧。现在呢，我就要先试呢他们这一家酒吧餐厅最畅销的一道菜，那就是 Pop Next Thing 居干扒。居扒我听多了，居干扒第一次吃哦。所以呢，现在试一下，先倒这个酱汁。生平第一次吃居干扒，照理来说应该是可能会很咸啊什么的，可是可能是因为它酱汁的关系，我吃到甜甜的，不晓得这个是不是用哈尼做的呢？它的酱汁好好吃哦。不是，哎，酱汁是咸的，所以它的甜味呢是来自它的这个猪扒最畅销的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好，我们现在呢来试一下这个 Pig Out Hungry Monkey Pizza。 人家是老虎好不好？哇，我不喜欢吃那个皮厚厚的，我就是爱吃这种薄薄的，所以正合我胃口。不晓得你们喜欢吃薄的还是喜欢吃厚的呢？因为它很好吃，所以我要吃多一口。这里的环境真的很漂亮，很舒服。好，现在呢我们就要来尝一尝这个饮料，它名字叫做 Shirley Temple， 它是 Mocktail。喝一下什么味道？哎，这是 berry， 喝起来有一点像那个苏打水，但是有香香的这个 berry 的味道，很适合女孩子喝，女孩们会喜欢，就好像我。不好意思，我要继续吃啦，我们待会再聊。Three Wise Monkey 除了食物好吃之外呢，最值得一提的就是这里的装潢设计呢都是非常精致非常特别的。坐在这里呢，我感觉到时光倒流，好像回到六七十年代英国伦敦的酒吧餐厅。我知道啦，那时候我还没出世嘛，对不对？ So what? Just feel。 所以呢，想要在这么优美的环境用餐的话呢，就要浏览以下网页咯。